还要解释什么？我呢 ？Hey boy, calm down. Come to titties. I don't have titties. 什么事，弟弟？啊，王力宏，我是我弄不见的，你不要怪他。不关图霸子的事，你要怪就怪我。你要杀就杀吧。可是，你可以先杀他吗？废话少说，我到底在哪里弄不见呢？王力宏，我真的不知道。 我刚才就是和他这样，小心，然后我就，喂，就这样丢掉了，你把我弄不见就算了，你还把我这样丢掉，哇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 我们要找的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斯文败类。阿妹，大哥吗？哦哦哦！哎哎哎哎哎哎！走开走开！别跑！别跑！走开呀！死定了！死定了！啊！ 这里，这里，耶，harder，harder，harder，yeah，你harder，OK，哦，讲对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马达，你把这个冒牌的王力宏给抓起来了，哦，姑娘，你真心大，哦哇哇，你们可以叫我Major，嗯，对了，警方有找到那个袋子吗？ 找到了，找到。哦，那袋子里面有什么东西？里面有2万块。嗯，里面真的有2万块？哦。哎，你大哥呢？欧哥哥在录口供。好了好了，那没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帮我和你大哥说，我很高兴认识他。 拜拜，拜拜，兔宝子，我很高兴认识你，我们后会有期，有缘再相逢。哎，哥哥，我录完口供了，我的朋友呢？谁？ 梅珍啊，原来他叫梅珍。哦，他走了。走了。对啊，走了。去哪里？他真的走了。真的走了。啊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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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。走了。哎，好惨啊！
你的生活是那么的短，可是你的心地又宽大又善良，而且你要报答到我的表弟，非常感激。虽然你的肚子真的是有一点 last warning， 可是你的肚量够大够宽。你是第一个做好男人的女人，倒霉。 阿仔，什么事啊，表哥？哎，你的衣服穿反了啦，是吗？Anyway， 为什么你这么难过？我不知道。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帮你？你帮不了我的啊。为什么？只要你说出来，表哥一定会帮你的。快说，快说。 这是心里面的一种痛，我也说不出来。那种痛，就是你肚子里面的那种痛。你说我痛到底是哪一种？我也不知道，痛就是痛，不痛就是不痛，痛的说不痛还是痛。看来你真的痛得不轻啊。不用紧，表哥会帮你。 帮我一个忙吗？帮我啦 ，please， 啊，谢谢你啦，拜拜。 搞定了，搞定了什么？我叫朋友帮买2张回到马来西亚的票。你要去马来西亚 ？Not me， it's you。我？我觉得呢，你回到马来西亚的话，你会比较开心。嗯。表哥。嗯。我不要回去。No。 我不要回去。 No。 我不要回去 ！No！ 我不要回去 ！No！ 我不要回去！
来了，巴士都要开走了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们奋斗找吧。跑到哪里去了哈？你妹妹在车上等你了哎。我不想去了。Oh my god！ 我花钱你给我讲，你不哎呀，不想去，但你又不见强办啊！我不管，你现在跟我走。表哥，我不要去，让我见美珍最后一面。没有，快走。Oh my god！让我走。我为什么那么不开心呢？是不是因为美珍？她说会来找我的，但我却不告而别，是很过分。口臭啊，有罗汉果，可以清热解火，还可以消口臭。发车票，这个给你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去新加坡的巴士车票。去新加坡的巴士车票？啊！哇，这么多张哦。你来了。兔宝子，我希望你还过得很好。真可惜，那天忘记给你拿电话号码。美珍，你在哪里？我特地从马来西亚来找你，我还买了美珍香给你。美珍，你在哪里？兔宝子，兔宝子，美珍，兔宝子，美珍，兔宝子，哇，我好想你哦！哇，想你也是啊！还会抽吗？不抽了，不抽了耶！
其实我很想念这个味道啊，快点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啊，好香啊，好想你啊！爱你是个惊叹号，你说谁都能猜到。相信绝不会单调，永远不会是个问号。